玉山去来节选。风越来越强，我们现在在玉山山脉主脊上的风口，再往上爬一点点，等一下就会慢慢天亮了。天哪，这真是太壮观了，你们看，哇，有熊。哪里哪里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我只是想说，如果在路上遇到好朋友也可以打声招呼啊。看脚啊，这云像两条龙一样扭来扭去纠缠着，从东方明明的天色间急速奔驰过来，趁着灰蓝色的天，翻滚吧白龙。这些云也好像在飓风中翻飞的卷丝，像一个人披头散发，又好像海浪一样狂烈呼啸。你们看看，现在又变成山洪爆发了，就像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。哇，它过来了。玉山不是只有这些狂放的云，你们往东看，与中央山脉相接的一带，另有一些乖宝宝，很安静，呈水平状横卧，颜色分为好几个层次，赭红的、粉红的、金黄的、银灰的、暗紫的。哇，好好吃哦！也流口水了，你看，好美啊！太阳跳出来了，像鸡蛋一样。你在看啥？我是玉山的官窟，欢迎大家来到玉山，由我来带大家导览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玉山东峰，隔着峭立的深渊，巍峨耸处，三面都是泥灰色带褐的硬砂岩断崖，一根草都没有，这里很难攀登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很容易就摔到卡层啊？这里呢，就是玉山南峰，裸岩棱颈，呈现曲弧状，有好几十座的尖峰，就像一排怪兽的牙齿啊，眼角峥嵘，简直是在走刀山。往北看，2公里外就是北峰。白云轻轻笼罩着三角状的山头，一片绿意中那一点红，就是侧后左无赦。往东看，你们可以看到中央山脉，粉蓝或暗蓝色，从北到南连绵不断，中间某些部分被云层遮住了，但浮在云上的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山头，那是马伯拉斯，还有秀姑峦、大水窟山、大关山、新康山。玉山真的有千百种容貌和姿色，夜晚早晨都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乡，台湾的骄傲，是架杠的台湾之光。